由浪凡基金会和花岗国中合办的音乐体验营，在暑假尾声前进校园，为国小学童安排了打击课程、认识节奏、体验录音、饶舌歌曲改编等，希望透过音乐体验营拉近城乡教育的差距，让偏乡孩子们可以多一点接触乐器和喜欢音乐的机会。暑假尾声，由浪凡基金会和花岗国中合办的音乐体验营，23至25日在花岗国中举行。多位来自花莲偏乡地区国小孩子齐聚花岗国中音乐教室，体验并聆听花岗国中音乐班的乐团演出，并安排打击体验，让小朋友听着熟悉歌曲，尝试拿着乐器配合节奏，初次敲敲打打玩乐器。浪凡呢，我们的这个母公司、子公司，最主要我们是做所谓的直播音乐才艺的，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选在花莲办一个直播的才艺营。那也是一个音乐营，我们的课内容非常丰富哦，不但包括有音乐啊，包括有像今天早上的打击乐器，下午呢会有直播的才艺的表演，那同时呢也有很多科学方面的一些实验，让大家小朋友呢能够利用这个暑假期间呢，能够在这个音乐营里面能够享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知识。这些小朋友呢他们最主要是来自于花莲这个地区，那还有就是地方的部落啊，还有这个小学。那么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呢，把花莲里面的城乡差距，自己的城乡差距也能够拉近，然后让原住民的小朋友跟这个平地的小朋友都能够一起来接触音乐，来享受音乐。除了欣赏音乐班以及乐器体验，营队也安排社群媒体的使用课程，包含认识饶舌节奏的歌曲改编、体验录音或直播，透过新时代的媒体使用融入在音乐体验，让偏乡孩子能有机会接触乐器，拉近城乡资源差距，利用暑假认识多元的新知，也培养孩子放手玩创意和表现自己勇气的机会。记者蒋邦彦，华联社报道。